幻想乡的初夏，距离太阳从伯利神社外的地平线升起还有很长的时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这片普蓝色的帷幕下安然地享受睡眠。如果你在这个夹缝内，就能清晰地听见窃窃私语的声音，虽然淹没在夜虫的鸣唱中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绝对不会那么简单。沉睡的幻想乡不久就被看不见的妖物缠绕起来，也许深入梦乡的居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看不见的爪子紧紧地勒住了咽喉。哎，大家新年好。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呢这个东方幻梦简的第二次，哎，不是第一次吗？第一次打补丁之后的那个一个实况。反正这个游戏呢，最初开始出来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从难度上来讲，从 STG 的游戏上来讲是特别的傻逼的。这次呢，制作组也是考虑了很多啊，就出了这么一个补丁啊。大部分都调整了很多啊，所以嘛，这次录个实况啊，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到底哪些地方变了。机体伯利林梦啊，物语魔里莎，老朋友。然后呢，吸血鬼姐妹，这吸血鬼姐妹呢是这个游戏最强的机体啊，这个机体是这个游戏的最强机体。但是我们这回，不用这个机体，这个机体磨磨完已经我之前给磨磨完已经打了一个 rip 了，大家都知道啊。这次呢，我们选择林梦，老朋友林梦啊。我嘛，我当然是用直线了，哎，这个想都没有想，真厨嘛我是。B 啊，这个 B 无所谓，哎 ，B 无所谓，我是放 B 的人吗？不是，人类级。面向设计苦手者的难度，一如既往的休闲和娱乐。面向一般玩家的难度，据说通关会赠送五个绒毛啊，绒毛是什么？面向经验丰富玩家的难度，以不被妖精看扁为目标努力吧。妖怪级，面向幻想乡居民的难度，连接两个次元的是什么来着？连接两个次元的是什么来着？红字本啊。开始游戏。这座的系统呢是擦弹获得资源啊，跟那个万恶的甘珠传是一样的。哎，好多小妖精，哎，狙，哎，狙狙狙，又来狙夜去了。这个好像也是局吧，这个不是，哦，蓝联盟登场，放了一些不知道什么鬼，哎，随机吧应该是，我靠，好，我一看这个也是局，哎，哎又来局，哎啊。喂，不好，这是自杀换皮啊，这是自杀换皮啊，战术性调整啊，看上去一面和以前并没有什么变化啊，比一面也简单，简单。
哎，这里好烦啊，又是局又是随机弹的。那个大蝴蝶细胞之后会掉一个大屁，这里是我的神社。为什么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行，头好痛，想不起来了。啊，这个社团做的这个幻梦简全程有配音，像个嗲了似的。连我们的神社都记不起来了。嗯，连我们的神社，什么时候是我们的神社了？我们的，你是谁 ？Who are you？ 是啊，薄利灵梦，这就是我们的名字。可是你很快就用不上它了。哦。你是谁？子说过。这种行为是侵犯肖像权的呢，你以为和我长得一样我就不会把你推至了吗？我是薄利梦入镜中的你，可这只是暂时的名字。很快很快，只要再等等啊。又是新品种的妖怪吗？子这个家伙三句不离子，你都放进来。一飞，这个一飞是挺简单的。切，有点本事。哦，你就放了个一飞，你就放说有点本事，我操！你究竟要干什么？就这点本事的话，抓起来拷问也是做得到的。拷问，你不会有一种自己把自己的那个什么的感觉吗？修行懈怠的你有什么资格做薄利的巫女？只要打倒你，薄利灵梦这个名字就是我的，幻想乡唯一的巫女也是我。哇，不，你把扫描往哪儿放？我操！你说什么？幻符，共享亚空穴。哎，亚空穴是叫幻符吗？啊，这全是狙啊！去啊！我必须得认真了，我不行，我觉得我要一面疮痍了，怎么整？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对对。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哎，林梦，我是爱你的，你看我他妈打正座全是用你啊！哎，我操！虽然有人说插进来一个紫老太婆，你也不用这样了，我操！哇，梦虎幻影梦入，五个分身，好吧，四个。哎，你比二妹还屌。哦，加了一层，还好。梦境大结界，这个卡不能跑他那边去，要离他远一点，不然的话炸弹会很密的。但是他是跟着自己移动的。哎，上来死两层，这游戏到底能不能玩？是我的错吗？是我炸了吗？哎，你要这样，哎，对，哎，乖。怎么了？便秘吗？别叫了，混蛋！我的头好痛啊！给了我1000万分。最近老是做奇怪的梦，居然有人要替代我当巫女，
我还巴不得呢，这么麻烦的职位。哎，那就嫁给我，直接我们去深山老人，深山老林。嗯，我跟你织。几点了？几点了？12点了。继续睡觉吧。啊，睡吧。看看外面的天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会不会又是那个家伙搞出来的异变？我操，选项，这个选项啊，让他们搞吧，我心都累了。要是放着不管的话，指不定又给老娘捅出什么大娄子来。要是放着不管的话，指不定。行。真是烦死人了，还没睡醒就要人做这么累的工作。这时段不会又是永远亭那边搞鬼吧？搞鬼吧。先去近的地方看看。不死者的智慧，林梦渐渐不安起来，而他的好运又将引到哪里？觉得吧，就算疮痍了也没什么，我可以续关啊，我是可以续关的，我们不要节操了，要什么节操？哇哦，差一点，哎呦，尿了。饭局，以前这个可以隐形啊，这个兰陵灯可以隐形啊，看不到，逗的一逼。天子，天子为什么会在这里？林之柱呢？林之柱呢？这样的建筑太脆弱了，我只是稍微玩了一下就坏了。坏了！你在干嘛？脑子进水了？我才不要无聊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为了让我开心才存在的。喝什么？喝酒吗？喝多了。这种状态。已经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吗？躲开吧。既然如此，就从你开始退治好了。天子钥匙，这个我不能再买了。哇，你不要乱跑啊！博关约取之剑，谁啊？我错货。好像挺简单。好嘞，挺简单。我靠，玩坏了的，被玩坏了吧你？哼，这家伙的脑子彻底烧坏了吗？很不错，想不到在这种无聊的地方还有你这样的家伙存在，简直太棒了！素晴らしい，好吧，好爽，多谢夸奖。那么这样呢？全是狙，又是狙了。哎，你过来呀！哎，你过不过来？哎，我靠你大爷，你过不过来？哎，你不过来！你过来，我过去吧。
你闹够了吗？才没有呢。还没有。还没有还是才没有？哎呦，哇，这个卡，我揍！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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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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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放屁了，我要放屁了，我要放屁了啊！我要放屁了啊！我要解除！哇！伏魔结界，战！哎，这个圣卡好像改了。无趣，而又令人厌弃的回响天啊！哎，咱能客气一点吗？天子，咱能客气一点吗？哇哇！快快快快快快！哦哦，又有一场了，哦，好难好难好难。该不会我还在做梦吧？除了我就没有正常人了。他们都不是人啊，他们都是妖啊，就你一个是人。哦，终于让我爬出来了。为什么只有哦都是日语？爬出来了。你没事吧？哦，原来是伯利神社的巫女小姐，亏您关照，我还活着。他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在这边搞事？搞事？怎么可能？天子小姐是自己过来的。自己过来的？是啊，刚吃过午饭就地震了，房子塌掉的时候就看见了天上的天子小姐，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埋住了。不过天子小姐随便站在高处可不行啊，穿灯笼裤的你能看到什么？而且这他妈什么时候你他妈吃午饭？这十二点吧。你这个人妖奸商色情狂。奸商色情狂。是半妖。你要我怎么吐槽？天子小姐的话，如果我没有看错，她一直都在睡觉。是啊，你真没看错。不是的，我是说，从她来的时候的气息，到现在的状态。到现在的状态，都是在睡觉。你是说？对，这个状态俗称梦游，一定是有谁对她下了手脚。下了手脚。咦，这个太造物啊。何止是下了手脚，连我都中招了。看来应该不只是我和天子两个人而已。您在想什么？您在想什么呢？没什么，我还有些事要处理，天子就拜托你了。好，就拜托你了，拜托这个色情狂。哦，好的，可是走掉了。喂喂喂，大舅卡，喂，真是的，喂，从来不听人好好把话说完。天子睡着觉呢，真是个急性子呢。喂，与其这样不明就里的找下去，还不如去问问那位大人。此处应有宝。哎，我想回去啊。跟齐鲁诺有什么区别？吃过我的草。哇，哇哇哇哇哇，这半句好烦啊，差不了多少。哦哦哦，哇哇哇哇哇，又有两餐了，餐挺多的嘛。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今天幻想乡变成疯人院了吗？拜托让我遇见一个正常人好不好？你能让让道吗？你也是吗？我并不是那样的想法。辉夜都是因为他。比起辉夜我还更喜欢魔力莎呢，在我不想解异变的时候。所以说，在发生异变的时候，你先把魔力莎治了的话。
剩好多石哦。典型的魅红灰啊，比较稀薄。左旋、中旋、右旋，弹一都，弹幕都不够。火炎、活死鸟之羽，哇哇哇哇，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托卡提亚的那个什么，忘了。哇，我对 EX 一向记不住。哇哇哇哇哇，还是魅红的典型招牌飞炸弹。这个游戏的判定啊，我一直都搞不懂。谁来弄死我？我来弄死你。好，不对，我觉得我要被弄死。尿了，这石斛吗？不对啊，我之前打过一次，这个可以击破的，我记得。哎，射不到的，哇！想爆我局，哪有这么容易 ？fuck you， 哇！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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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只听说过有蓬莱之药，没有后悔药哦。低风擦的要比低速擦的要多，我是这么感觉的。现在没币了，哎，我可以开启那个技能了啊！兜雷老谋，哦，这也是狙啊！这么多狙！啊，这里不用打，啊，一会儿就消失了。哦，有个币了，好。如果永远活着。跟死去有什么区别？本来就生活在噩梦中的人，还会惧怕噩梦吗？你听得见我说话吗？你觉得我像是聋子或者瞎子吗？伯利的巫女，不像。算了，你只是我梦境中的幻想罢了，我没有必要纠结你的态度。你为什么会知道这是梦啊？果然还是在做梦吗？哼，藤原家的小姑娘终究还是小姑娘，竟然会因噩梦而失去心智。哼，算了，终究是我的梦。伯利的巫女啊，好长啊，这人说话。你愿意听我说一点闲话吗？你说吧。为何今天感觉这么脱力？如果一个人拥有永久的生命，那他会抱着怎样的心态活下去？我想起了鲁鲁修的那个什么西次，
人家是求死啊，都不知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好吧。一飞，这一飞很难。灵镜，你可以刷点资源了。这个币刷资源挺爽的，比那个刚才那个币，上一个币要爽多了，比第一个币要爽多。这个就像宝塔一样，我操，太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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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好难，好难，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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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二飞不难。呼呼。月的星条旗，就说这个游戏到底是在甘珠传之前还是在甘珠传之后？哇哇哇哇哇哇！这个三飞，现在是，我刚想说有缝，我靠。应该是比以前要改弱了很多。集物三生石，三，哇哇哇哇哇，这个挺难的，我记得是挺难的。哎，反正我扭不动。好嘞。怎么样，理解了吗？没有，大概吧。你就拿他们砸我，你让我怎么理解？你要跟我说理啊，我们要讲道理啊，是吧？你似乎有事要问我，那就再回答我一个问题吧。没有啊，不用放了，让我进去，先让我进三面，我操！这个是原版二飞，好像不大一样。哇哇，这个密度，我操！哦，哇哇哇哇哇哇哇！你的答案让我十分满意。好。那我可以娶你了吗？唉，那真是太好了。那么看来，这并不是梦境呢。这逼装蒜。你，我早就说过，对于时刻生活在噩梦中的人，噩梦什么的，有什么好可怕的呢？伯利的巫女，我问你，是不是来寻求解决之道的？一开始是。现在只想把精神病推掉，这样我就清静了。接下来你该怎么做呢？如果不快一点，说不定黑白的魔法使又要抢先了。又要抢先了？他什么时候抢先过？就那个魔胖子啊，减肥失败的大胖子。呵呵，他说不定在做偷东西被抓住的噩梦吧，让他平时给我添麻烦来着。我已经知道是哪个麻烦的家伙搞的鬼了。靠直觉。我靠，跳了灰叶的一句对话，我靠，满意。这他妈第二面完了，给了我2000万，才第二面了，我操！哎，怎么四惨了，我操！怎么四惨了？打着打着就四惨了，这游戏清明啊，确实改清明了。读取三面的时候有点卡。我先抠个脚啊。
细节，这里应该知道肯定是紫妈了，要打。哇哇哇哇哇哇！这里应该是改弱了。又有个币了，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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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烟花啊你们。我就我灵气伏魔结界啊，不要这样。哇，哦，哇，掉帧了，掉帧了。嗯，确实是减弱了，以前我这根本就扭不过去。哦，确实生气了，我操！哦哦，牛逼牛逼！哦哦哦哦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的巫女萨玛，强行加萨玛，我操！我可是收到投诉了，你们搞事之前最好已经做好挨揍的觉悟。还有，叫你们家大人出来。叫你们家大人出来。这是八云子大人的计划。嗯，在计划尚未完结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推过这。嗯。老梁，不能。Oh fuck you! Oh fuck you, lizard man! 制作组太恶搞了，我靠！不要这样了，我们大家都是文明人是吧？我靠！我有资格说我自己是文明人？我到现在为止。这个解说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说了多少次，我操了。啊，这什么东西啊，什么子弹啊，我靠，全是随机弹吗？哇，好牛逼，伏魔结界战。魔力神社的巫女名不虚传，执法者，你已经自称执法者了。哟哟哟，你妹啊，林梦，你果然还是这么不可爱的孩子呢。好，是你的孩子，你全家都是孩子，你全家都是孩子。别着急小巫女，能听我说完吗？到时候再让你感受一下第二个神奇之处。小巫女，这个的确是赤果果的嘲讽啊。
小巫女啊，这儿，嗯，你知道吗？噩梦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唤起内心深处平时掩盖着恐惧的事物。想想看，那么多真实的恐惧，多么令人兴奋！我靠，兴奋！把这些恐惧放到阳光下，让所有人知道并且正视它们。我觉得我真是个伟大的圣人。圣人？我觉得你真是个恶心的变态。恶心的变态？无所谓了，这是第一个神奇之处。那传说中的第二个呢？那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吧。第二个神奇之处。呵呵。我有三个币啊，不能浪了哎。狂躁高速飞行体空耳，先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左右。哇，这里非常讨厌，这个词汇到处乱跑。追着他，追，追姊妹。哇！伏魔结界！追不上，追不上，追不上，实在要输了。他跑得比我快。哇！太强嗯，有幻想到现实的列车。能玩？伏魔结界，战！哎，撞啥了？我以为不能作死。炸！战！怎么样？有没有感受到第二个神奇之处？呵呵。没错，噩梦产生恐惧，恐惧刺激挣扎，而挣扎时的人比平时的他更加厉害。你给我适可而止一点。这他妈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他妈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他妈出来见见你的新朋友吧，孟沙罗。果然是林梦，林梦跟我性格差不多。这他妈什么玩意儿？不对，这里面的林梦啊。从哪儿带回来的？擅长让人做噩梦，有趣吧？回来吧，莫沙罗，让我们来为巫女小姐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恐惧。是的，大人子大人，这里直接叫子大人不就行了？哦，这师傅不用设了，生死万花镜。
梦与现实的境界羽化，紫禁，哼。这个谍战判定非常大，应该说这个引擎啊本身判定就极大。哎，我不虚，我不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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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我不怂。我不放屁，我不会放屁的，我告诉你。你以为你可以让我放屁吗？阿麦，哇哇哇哇！哎，这个东西判定点小了，可以上屁。有点不妙啊，喂，有点不妙啊，喂。啊啊啊！有点不对，有点不对劲儿。哦，临近，哦，伏魔结界。杨飞，杨飞。哦，加了个人。哎，好好好好好。哦，紧张死我了，我操。哎，哎，玩差点玩脱，我靠。哦，又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还不死，还不死！临近，伏魔结界，战！不愧是灵梦，我看中了孩子。今天就玩到这里吧。哇！我靠，搞成这样，太丢面子了！公子大人，身败名裂啊！杀电黄昏手是什么东西？什么招数？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啊，这样也算是过关了，3000万啊！每关加1000万，我靠，真他妈有诚意！正午玻璃神社，你好，这里是文文新闻。对于昨晚的噩梦的异变，我想要采访一下你，玻璃的巫女。好，我没兴致，你找别人吧，不要那么冷淡嘛。无论新闻准备做一个关于大家的梦的专栏，很有趣吧？有趣吧？不只是噩梦，美梦也可以说一说哟。不要，走开走开！我好不容易打扫干净的院子，又要被你弄得到处都是黑羽毛。哎，巫女的梦可是很能提起读者兴趣的呀。哆来咪，哎呀呀，听起来不错哟。你什么时候出现的？不对，为什么会出现的？你可以，这居然哆来咪竟然可以出现在幻想乡吗？他不是只能生活在梦中吗？我有感兴趣的话题，哎，好像也不是这样吧。这不只是这样就方便知道谁的噩梦更美味了，还是为了吃吗？拜托你们去别的地方谈，我还期待解决一遍后会有参拜者的啊！你为什么明明是神社，但是到处都是妖怪啊？你经营不对啊。一滴了啊，那么就是这么一个实况了。哎，打得好惊险啊！那么这次补丁也是减少了不少难度啊，加了不少资源。以前的话好像就只有5残吧，这次估计是起码加了4残左右。
也算是比较有诚意的了，判定也减少了不少，隐形弹的 bug 也没有了。那就到这里吧。哦对，魔力沙线待会儿在 P2， 呆师傅会给你们口服解说，加重了两个字，口服。就这样吧，拜拜。